极致圣教序第三十五页中的第一行，波勾，一些小动作哈。竖啊，这里逆笔上去折一下，带过来啊，细致的地方要小心。然后这里要拉尖的啊，拉出来，波惹，好，逆笔起来，绕上来，轻重。波罗，折笔起来，一、二，逆笔上去，带过来，罗。这边命字旁折折一下，折一次哈。哦，右边这个也是有两种了哈，就是一种像这样，另外一种就是横画写完再写字啊，都在这里是可以哈，都可以。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笔画顺序，就要照着笔画顺序命。起来，按一下，往右拉，揉一下，哦，这边没有点就不要了哈，多，好，加重，起来，折笔加重，轻重，勾，哦，这个过程好像比较。要小心，折笔过来，小心线条的柔软度哈。急缩，折笔。好，这里要凸一下，然后轻重折，滑过来，有点用滑的，入笔轻，现在加重，然后，哦，有点哦，悬针的感觉，缩，再折一次，哦，然后这草书的写法，哦，缩，咒曰。这里破损的要小心，我们写完整的部分就好。这里很重，咒曰，转折，咒曰。